弟兄姐妹们平安。诗篇一百篇一到二节说到，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今天是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声复活节快乐。是的，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耶稣活着。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上帝。神才爱子，认真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使你复活，是我的自由。那恐愤怒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命。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认真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恐怖母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永远活着，阿门。让我们带着信心再次来宣告，我们神永远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认真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是你复活。是我的自由，那恐愤怒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希望只因他活着，举起双手来宣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是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不只是永远活着，他的爱也总是不离不弃，他的恩典更是无处不在。出宝血，洗
心无悔，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记得恩典。我深深体会献上自己，用罪赎，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献上自己，用罪赎，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爱永远，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心田，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永活的主，无论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或是未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愿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主耶稣你为我们受死的恩典，
叫我们能够时时怀着感恩的心，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愿主的灵这时刻与我们同在，把崇拜时间交托主掌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请坐。正道经文取自于马太福音28:11-15。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今天的主题是复活粉碎谎言。复活节快乐，大家好呀、yeah.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这个日子欢欢喜地的来欢庆我们的主复活了。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的上帝，我们与众不同，因为你今天仍然活着。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战胜了死亡，你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结局。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接着你自己的话语要来建立讲者跟听者在信心的层面上更跨越一步，让我们认识谎言。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耳朵，敏锐你的这一个的话语，让我们谦卑的单单捉住那一句你要向我们说的话。谢谢你向我们显明，将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有一对夫妻买了这个靠近铁路旁的屋子，每天那个火车走过的时候，这个妇女就很懊恼，她就投诉这个铁路局的工人，就走进这个的屋子里面去查看。他就说：“哎，我都听不到什么声音啊，都没有什么很吵啊。”那个妇女就讲：“你等等，我说的都是真的啊！你不信的话，你等火车经过，你躺在我的床上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可以让我弄到我不能够睡觉？”那个工人就躺在床上，恰巧这个时候妇女的丈夫回来了，看到这一幕，这个工人一愣，这丈夫的火气很大，一愣，这个工人很无辜的在那里说：“啊，先生，我说我现在是在等火车，你相信吗？” OK， 好，很离谱的是这个只是一个故事等火车火车经过一定会很大声的这个。但是一个的情况就是，而且很离谱你 check 东西怎么要 check 到床上去这个是有一些离谱的事情。这个工人讲我如果跟你讲，你相信吗？这样弟兄姐妹，死人可以复活这件事情更离谱，你相信吗？你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复活，但你相信吗？今天的题目是复活，复活这个事情粉碎谎言。什么是谎言呢？什么是谎言？谎言就是跟事实不同虚假谎言有很多种。一般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就是你跟你朋友去喝茶吹水的时候，
你的妈妈打电话来说，哦，我在学校跟同学一起做功课，或者你男你女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哎，我还在公司加班，哦，这个是故意撒谎。然后这个全世界哈，现在都开放了，为什么上海现在封闭？是不是有一些的东西，一些的隐情没有表明出来？好，没有表明出来。好，到底是什么因素？好呀，然后我们这个少年大会在鼓励少年人参加。少年人参加聚会都会填一个的表格，那个表格是监护人签名。我不知道你曾经少年没有，那个监护人签名的时候是你自己签的，你自己讲 OK， 我就可以，我代表我的爸爸妈妈签名。好，伪造这个假，伪造这个假的这个证据也是欺骗的谎言的一种。然后有些人谈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而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一五五，或者是把他的过失夸大其词来讲，然后有时候是无中生有来讲，特别是当那个女朋友在追问那个男人你以前的恋爱史怎样一下，讲来听一下啊，这个就好，可能那个历史就被篡改了。有没有经历就是说这个做女工呢，做请佣人的，他跟你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年轻的19岁的很能看的，但是你收到那个女佣的时候，我跟她谈了过后，看她的样子，跟她谈过，哦，原来她都将近30岁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虚报年龄，好，虚报年龄，好，当你在去约会的时候，你打扮美美的，你到了约会的地方，好，或者是你约了人了。这个可能我们很常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就打电话去，为什么你这样现在还没有来了？我已经到这边了，哦，我 on the way 了 ，on the way 了，哦，我快要到了，但是自己在哪里？还在他 office 那边坐，车门都还没有进去，哦，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些人会讲哦，千万不要在 Facebook 买东西 ，Facebook 买的东西呢，他就跟你讲，哇，这个是很好料的。但是你买来的时候啊，那个牌子是假的，货物也是假的，你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之前那个 WhatsApp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收到信息就送，我们觉得要救人嘛，有一些在医院里面哦，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快点送啊，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3年前已经出来了，好，过期了的，好，我发现哎，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思考一下，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实的？特别网络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谎言？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里面，这个的蛇就扭曲了上帝的话。这个开始的时候扭曲了上帝的话，人陷在罪中。今天这段经文呢，这些兵丁就散布谎言。去讲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情，然后呢，祭司长和长老就用钱来掩盖事实，否认事实。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谎言无处不在，我们可能今天也遇到谎言，昨天也可能遇到谎言。谎言无处不在。我们会常常会问，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看一下。好，他说，我就想问了，抵挡罪恶的谎言可取吗？抵挡罪恶的谎言就是 good， 简单来讲啊。然后成就好事的谎言就是 good， 可以不可以这样来讲？因为我搬出圣经的这个证据，拉赫，好。拉哈哈，应该是叫拉哈，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要攻进来了，他听过以色列人上帝的事情，他觉得这个神是拯救人的神，所以他他就想，哇，这个神哦，他很相信这个神，所以那以色列的探子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救了这一个的探子，讲了谎话，然后把它藏起来，然后
让他们可以逃走。好，这个拉哈呢，在圣经里面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人啊。所以讲谎话，让这些人不会被杀，这个是做一件好事，又可以保存那个人的命。讲谎话可以吗？又可以成为耶稣家族里面的人啊。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一个的埃及的收生婆，她跟她法老讲，哎，这些人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很强壮，很快就生孩子了。 OK， 也是谎言啊。但是呢，圣经却说什么，这个是这些人，这些妇女是敬畏上帝的人。好，他讲谎话就保住了很多条的生命，不会被杀。哇，圣经有这两个例子。这样这个的收生婆，上帝给他们可以成立家室，可以生儿育女。请问上帝接纳他们是因为他们说谎话吗？说谎话是可以被接受的。保住人的命哦。有没有人点头了保住人的命哦，对不对？好，到底是不是说谎话是可以取的？因为我可以抵挡罪恶，我成就好事，所以说谎话是可取的。上帝悦纳他们是因为他们说谎话，还是因为他们信靠主、敬畏主？圣经是说上帝接纳他们，这个拉赫是他信靠主，这个的这个收生婆是他们敬畏主，而不是讲他们说谎话就是 good。 没有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好，我在要问的就是说，拉赫这个人，他的工作是妓女啊，而为了养家糊口成为妓女而害羞的度日，我想请问这个是合理的吗？可以养家糊口这个的职业是可取的吗？我们真的要去想一下真的要去想一下。圣经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被诱惑是谁？是那个恶者撒旦的作为。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谎言的源头是谁呢？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意，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要清楚知道，圣经锁定一点，就是谎言的老大源头是谁？撒旦。跟神敌对的，这是肯定的、确定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本来就是说谎的。所以你可以容许自己合理化谎言吗？绝对不能啊，弟兄姐妹，绝对不能。神怎样看谎言？十诫里面有一诫讲到说什么？你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啊。 OK，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很清楚的跟你讲了。然后箴言也说，说谎话的嘴也为耶和华所恨恶。其实讲到谎言，你从电脑一打一下，很多的经文都是上帝反对、上帝讨厌、上帝不喜欢，这是上帝对谎言的看法。好，这里呢，我就列出一个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人、撒谎的舌、
流污孤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请你们想一下，这七样里面有哪几样跟谎言扯上关系？算一下。一样的举手，两样的举手，三样的举手，四样的举手，五样的举手。我、哦、没有，你们没有回应。六样啊，有到六样，真厉害看了、啊、你看到六样，时间几样啊？时间五样啊。好，来你解释一下，第一样是。撒谎的时候、哦、讲谎话、啊、为什么这一点你会觉得这个跟撒谎、哦、那个人无辜，所以他一个撒谎还可以把他钉死、啊、好像耶稣、啊、无辜的，你不放一些的假见证、啊、钉不死这个好人、啊哦、厉害哦、okay、好，再来图谋恶计的心啊，心里呢其实还没有讲出来，已经有谎话在里面了。还有呢，图谎言的假见证啊，假见证肯定是、哦、谎言啊。还有、哦、不善纷争、哦、那边、哦、煽风点火的、啊早上看到四样啊，现在看到五样啊，更厉害一点啊、哦、你看啊，在上帝的心里面就这七样啊，五样就是有跟这些扯上关系啊。啊，高傲的眼其实也是不是啊？有时候我在想，高傲的眼，你看不起别人的，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对的，其实你是在欺骗你自己，你以为你自己是 Superman， 哦，什么人都不会，我最会的，全部我最高的，哦，其实到最后你是不高的，你都不真实的看自己，不看得合乎中道，哦，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就是啊高傲的眼啊？哦、我们再继续思想，哇，原来上帝真的是很讨厌谎言啊，很讨厌。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呢，不要把这个谎言合理化、哦、不要觉得谎言可以救人、啊、就是好了、啊啊、整本圣经里面这个收生婆跟这个、啊、拉哈，他们被赞美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说谎话，绝对不是。OK， 雅各书有讲哦，有讲哦，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我很肯定的哦，在想的时候，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好像我已经想了想了想了哦，觉得哇很生气啊、哦，这个一定要发一下哈、哦，慢慢的动力呢是要发一下一怒啊。忍无可忍了，就好像很合理哦、要发一些的易怒。可是圣经很多时候啊，上个礼拜我们查经班也讲，就会讲，发怒的是愚拙人，发怒不好啊，这个雅各书就讲哦，好，你慢慢的哦动怒。我想这个是动怒的时候觉得是合理哦，但呢，圣经在雅各书同样那里哦，他接下来讲一句话更够力的，他讲什么？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就算你发怒是很合理的，易怒很合理的，但是也是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何况是撒谎，何况是撒谎。我们今天好，最后我们就看这一个好复活粉碎谎言。好，这个兵丁真的是在睡觉吗？哦，石头这样大力打开没有声音吗？哦，这些兵丁都睡到好像什么这样、哦、睡到不省人事吗？哦，睡觉又可以知道谁来偷，隔壁的邻居来偷可以不可以？其他国家的这个兵丁来偷可以不可以？一定是门徒来偷吗？睡觉的时候还会知道这些东西吗？啊，他们真的是睡觉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看这个28章之前的经文，27章就有这样的事情哦。好，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日，是好、哦，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过第二日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三日后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实在好，复活的主哦，啊，更是全能哈。好，第65节哈，比拉多哈，这个兵丁的阿桃哈，那个时候是很权威的一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啊，他就讲：你们有看守的兵丁，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请问，如果你是那一个的兵，你会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吗？你最高的那个老大叫你说你要把守妥当，请问你会睡觉吗？全部一起睡，啊，你会吗？我是觉得不会哦，不会。我倒是觉得一个很深的确信，就是这些兵丁是第一群比那些妇女更加早看到或者是见证到或者是知道耶稣复活的一群人来的。耶稣复活了，他没有办法掌控，他要解决这个把守头上找谁？找这些祭司长咯，快快去，妇女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快快去跟这些祭司长讲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有 money 啊，有钱又可以保命，不用面对那个这个的比拉多的这个哈，比拉多那一环这些会帮他顶哦，又有钱拿，又不用因为失职而被砍头，好咯，有钱拿就散播谎言哦。犹太人的这个领袖用尽办法灭耶稣，然后用钱来引诱犹大背叛耶稣。用不合理的方法来审问耶稣，用毁谤的话向比拉多控告耶稣，他现在也用贿赂让那些兵丁去散播谎言。谎言我们今天都懂，我们也开圣经里面看到，白纸黑字说夜间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好，弟兄姐妹，你们懂吗？你们懂什么是谎言没有？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我说兵丁看到复活的主了，兵丁清楚知道耶稣复活了，你们信吗？我在想，这个马太福音写书大概是在主后50年到70年左右，就是耶稣，复活过后的大概20年到30年。我在想，为什么这个见不得光的事会暴露出来，这一个，这个不光彩的事，这个在暗中里面做的事情，你贿赂通常都是在暗中里面做的，但为什么会不暴露出来？我盼望的是，我很盼望的是 这些兵丁其中有一些是真的经历这个复活的主，经历他的恩典，经历耶稣在复活40天那一段的时间的这一个的，这个的跟他，接触到他，他们愿意悔改。面对谎言，我们愿意悔改，暴露这一些的事情，我们悔改转向上帝。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可以跟他一起吃喝，还可以烤 barbecue 烤鱼啊，他们都跟他一起烤鱼 barbecue 啊。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常常到处去传扬天国的道理。复活过后，他也再一次的跟门徒讲清楚天国的道理。好，我们今天深信我们的主依然是这样的，他复活了，他粉碎了这一些的谎言，他实在的活了。好，向人显明，就算今天他也向我们显明他是主，就好像他曾经在世界上的时候走遍各城市乡，在这一个的会堂里教训人，
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上帝的医治，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多人都活在水深火热、家庭不和谐的情况里面，很多人都活在这个的困苦流离里面。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要出去为这复活的主收他的庄稼。张信哲的爸爸是一个的牧师，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信仰教导他，但是这个爸爸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去信耶稣，他就会教导。在这个教导的过程里面，这个张信哲小小的心灵就对信仰有这个的认识。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爸爸告诉我，如果你每天为你喜欢的人祷告，有一天这个人会信耶稣。从那一次开始，我每天为我的小阿姨祷告，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小阿姨。结果祷告了10年，阿姨终于信主了。信仰对张信哲来说就是一件很单纯的事，就是相信上帝无穷的爱，上帝要让更多困苦流离的人得到安息，得到上帝的爱。愿上帝施恩于我们，继续体会他的心肠。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谎言的时候，我们很想合理他。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好的事情，可能甚至也容许自己撒谎。天父，你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撒谎是恶者，是属于魔鬼的，他从起初就是如此，你并不擅长，你也从来不曾认同。天父，帮助我们保有你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在能够灵巧。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这一个的挣扎的时候，天父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圣灵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你引导我们。当我们做出任何的选择的时候，父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愿意去承担这个的责任，也继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你心意的事情。尽管有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友善，天父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在生活当中远离谎言，继续做一个正直，继续做一个愿意传扬你福音，让更加多人体会你是复活的主，你医治，你仍然陪伴着我们，你仍然与我们同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爱我们，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看到有新的生命，是充满盼望力量的。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现在是奉献时刻，有请招待员。求主恩到万邦，我要
在我旁。我虽有时心烦恼，但我却不是我，我只有求主引领，从破风狂怒场。无论我主必再来，那些新生命在路，我要传扬主救恩的恩报，我要高举主的生命，因主耶稣救我，欢乐欢乐声声。新生命在路，我要传扬主救恩的恩报，我要高举主的生命，因主耶稣救我。阿门。请坐。我们一起翻开次序单看家训。今天有三位新朋友出席崇拜，第一位是黄慧瑜姐妹，方便的话可以站起来向我们打声招呼。第二位是陈美莲姐妹。第三位是郑雪芳姐妹。认识自己与个人成长课程在每周三的7:30到10:30，共14堂课，5月到8月教课，讲师是何李盈轩师母，报名截止日期是4月25日，详情可以询问牧师。郑牧师将于4月19号到21号出席教牧学校，在怡保举行，不在期间若有急事可以联络牧师手机或是龙喜会有领袖。这个时候我们请陈莲英姐妹上前分享近期购堂的情况。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这里我要报告我们建行基金的收入以及这个装修工程的费用的进展。正如大家所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旧堂已经售卖出去了。这个售价呢是850,000哦。我们也买了新的堂会，买的价钱是170万呐 ，1.7 million 新的。这个会所，上个星期六，我们已经将2楼和3楼的东西全部搬到新的堂会哦。然后琐事已经交给新的屋主了，我们和屋主有这个商量，我们会跟他租这个楼下作为崇拜的场所。每个月的租金是2000块啊！在这里，我要感谢参与
以搬迁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哦，他们的劳苦，神自己亲自的报答他们呐、啊。这是我们新会所的新面貌哦。弟兄姐妹们，现在看到的是接待处、主日学、课室和二楼的小，慢慢一点哦，二楼的小厨房，目前正在装修工程，即将开始，包括冷气、音响等，我们还需要再筹220千。我们来看，在3月31号，2022年，我们建行基金共收到的是，100万哦，107,479令吉。然后我们卖出去的旧堂哦是850千，总共加起来是我们的收入是192万呐，7,479块。在这里另外一边是新堂，我们买的价钱是170万。我们的目标，这个室内装修要开销是344,959块。冷气的安装要花70千。音响视觉系统30千，还有其他的律师费用等等，大概是30千。那么现在扣除我们最少不付220千。今天要向弟兄姐妹们推借金砖的计划哦，我们的口号是每人一块砖，教会有亮光。一块金砖，是1200块哦。你们奉献一块呀、一块的金砖啊，是1200块，看你们要奉献多少块的金砖。在这里提醒我们，雅各有12个孩子，他产生12支派，是上帝的选民。他在旷野的会幕有12支派，四面围绕。耶稣的门徒有12人哦，齐心建造并扩展主的教会，强调我们是群体性的信仰，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管强和弱，富有或贫穷，我们都一起建造圣殿。教会鼓励每一位信徒都奉献一块砖呐、尽你们的能力哈，教会具有亮光，我们鼓励会有奉献金砖，每块金砖为1200块，我们也鼓励会有奉献硬体设备。圣殿需要16台冷气，我们的目标是要200块金砖。限期从4月17号到30号9月2022年。弟兄姐妹们，建行路上我们同行，建行路上有你有我，大家凭信心一起推动主的圣工，扩展主的国度，将荣耀归于主。我深深的相信你们的奉献不会亏损啊，上帝会偿还给你们，上帝是不会欠人的债啦哦。我们凭信心大家一起来推动我们的这个圣工，愿神祝福你们满满，
我的报告就在就在此结束哈，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候，谢谢。好，一人一块钻哈，教会零钟哈，我们目标是200片，我们教会的会友是有102人。一人一片，我们就办到了102片。其他的我们就继续努力，继续的回应上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建堂里面，站上这个的一些位置，成为一块章，教会要强大，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份子。上帝赐福我们，我们起立，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充满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说 Amen。 我们来唱阿门颂。祷回应上帝，然后彼此问候关怀，平平安安的离去，继续在你的生活当中粉碎所有恶者给你的这个谎言。上帝更新你的生命，赐给你力量，与你同行。